我不给头发，就管他了，哎，千万不要过来啊！兄弟们，给我抓住那臭娘们，别让她给我跑了！ 哥，这没人。张说他跑了。文宇哥，他好像从这边跑了。啊！别出声！没事，他跑不了。 那边看看，怎么样？过去看看。哎，干嘛呢？这火药铺不要命了！等一下出去再说啊！把他捆起来！不要这样！儿子，这就是你的媳妇儿啊？是你把她捆回家呢，还是我派人把她关起来呢？不是爹，薛婶才刚来咱们这儿，不懂咱们这儿规矩，你原谅她一次。 爹，这是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你们怎么能用它去祭祀你们所谓的蛇？这简直太荒唐了！是啊，爹，休息呢，没用的东西。好孩子，别害怕，跟我一会儿回去吧。啊，可是，跟我回去。干什么？你们快放开我！你们快放开我！放下来！蛇！有蛇！有蛇！怎么回事啊？ 他把我兄弟给吃了！文宇，赶快去搭祭台，明日子时就把那个姑娘献给长蛇蝎。好，你扔了干嘛？你爹不是让你把我也绑了吗？你绑啊！明天送我和那女娃一块去献祭。你是我老婆，我看谁敢拿你去献祭！你爹就敢！你会为了我忤逆你爹吗？ 秀琴，你听我说，你不了解北坳村。恩惠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嫁给你。 后悔来你家，我后悔认识你了。这锁链和烟雾要是控制不住蛇的话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引到这儿来。 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师傅，大家伙能听咱们的吗？王师傅，为什么不直接把蛇引过来？成事在人嘛。 这边是蛇洞了，二毛，动作麻利点，准备干活了。